近几期战况愈演愈烈，幕后面哇有人年轻的男男女女们谈着小恋爱，抢着大蛋糕，殊不知身边已经危机四伏，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是如此的熟悉，让人遥想上场世纪大战，热血澎湃。打倒一个，他们是电，打倒是光，是唯一的神话 PEL， 但。他们却在落地成霜的地盘上被玩弄。为了挽回 PEL 的尊严，今天他们将重新编队，组成最强复仇者联盟，一雪前耻。他们到底是谁？今天是我们拼敌了，这次我们认真了，准备好了吗？我就是来猎杀你们所有人的。不管你们是谁，我必定连打带活。找游戏 CP 就上 TT 语音，本节目由 TT 语音特约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依旧是那个在瓜田遨游的主持人小游。在经过前几期各式各样的双排赛之后呢，相信每组 CP 之间都已经建立了友谊，加深了默契。那今天我们落地成双就要迎来这一季唯一一次四排的作战机会啊！经过前期的一番沟通讨论呢，我们的 CP 们之间已经两两结队，组成了八支四排的队伍。来看看各队的牌面如何吧。首先有请皮皮欧和旧将太组成的四排队伍登场。就找你，菜要菜一块儿。可以，我都可以。接下来有请顺风耳和小羊妹妹。焦糖拿铁和旧停卡的大哥和吉祥嘎嘎猛，他们也挺傻的，咱最傻吗？接下来有请憨王和兔子好俊组成的四排队伍登场。俊浩，你要不选我，请自己来找我好吗？拥抱就是了。有请 SKS 和夏天的风。组队吗，老板？不跟你组。他们是不是膨胀了？走不走？不走，我去找人了。走走走走走。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他说什么意思？他说组。啊。有请小奶猫和吸尘器组成的四排队伍登场。我们如果找一队打职业的，我们就能稳了。我们要强强联合，对不对？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那就他们。哇！哇！哇！这真亲上了吧？结婚，在一起。有请阴阴酱和月光宝盒组成的四排队伍登场。你要不要我 ？OK 了。你好快啊！什么？啊？你告诉什么？你告诉什么？我说你组队组得好快。起立，快请起，快请起，没过年呢。
那既然今天是四排赛呢，本期的特约嘉宾啊自然也是四个人。在上一季大家都知道我们辟谣的明星四人组惨败，他们也是不服输，回去之后呢重整旗鼓回来复仇啦。啊，让我们有请复仇者一号电竞男主角大盘鸡小王子 Paraboy 伞兵。PL 冠军我们有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冠军，谢谢大家支持我们。好帅啊，电竞男神，最帅的打职业里。复仇者二号蜜桃系男孩司马光。接下来有请复仇者三号超强战神辟谣千万先生程 C。 他就是程 C， 他就是敢冲，没错，精准漂亮。有请复仇者四号九块腹肌的自如保持者电竞 social king 陆居居。站到最后的男人是谁？顾居居这支战队就是我们的悍将队顾居居。哇，很可爱啊，这个重量级选手，欢迎居居，笑得好开心啊！大家好，我们是404，垮掉，垮掉。我们稍微默契一点，再来一次，好不好？大家好，我们是404猛男团。猛男团，你不过来了。说好的气势呢？本来开场相当之霸气，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气氛啊。Paraboy 呢，每一次都会有很多的这个迷弟迷妹。今天的现场呢，也有一位你的小迷妹，美羊羊。美羊羊，你就自己介绍一下好了。嗯，就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个人是一起玩的和平精英，然后一起看直播，去年去那个 PEC 的比赛上面看伞兵他们直播，但是当时粉丝太多了，然后就没有合影，在旁边看他们合影。哦，没关系，现在也可以，没关系，现在可以，你直接过来吧。伞兵直接过去，张妹 come on。 你对于这位女玩家有什么感受吗？不要掉粉啊，不要掉粉啊，注意你的言辞。合完照之后你的姐妹不会找你吗？我跟伞兵一起合照，然后我再把我姐妹 P 上去。哦，端水大师把他妹 P 上去。伞兵今天想满足他想合影的这个心愿吗？可以可以可以，来来，直接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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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着实让人有点羡慕嘞。张妹不去吗？张妹也去，张妹也去，张妹也去，张妹去拍啊，张妹去拍，张妹好惨，张妹蹲地上拍，张妹拍，不是张妹，这，张妹小丑又是我自己，近一点，哇，伞兵好贴心哦，入镜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游姐，这入境了。哦，我也有问题。把椅子搬走，把椅子搬走。拍好。张妹自己都没有照片吗？跟美羊羊的照片。也算是美羊羊今天在节目当中追星成功了啊。还记得吧，居居和伞兵，上一次我们有点惨败。把有点去掉，自信一点。惨败，惨败，惨败，惨败。哦，防花田风托比森，顾居居被打倒了。啊？那职业选手不合格啊，怎么那么菜啊？你过个桥被人家堵了。啊、拜拜。OK 啊 ，OK 啊，开车吧，跑得蛮快嘛 ，OK 啊。稳吧，兄弟，说吃蛋糕吃蛋糕，说吃蛋糕吃蛋糕啊。在场的各位嘉宾实力都很强，非常的厉害，跟我们旗鼓相当。那今天的阵容和上一季也是有了一定的改变，为什么调整了一下我们的阵容呢？
就为什么另外两个没来，大家心里应该有时候就太菜了嘛，他们俩换两个 OK 一点的，是就是玩。那看到我们现场是不是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先来看看他们的 TT 语音玩伴档案。苏哲，小票纹袜子是什么鬼？大毛，这有个自称无敌精神的人。是什么地图环游赛总排名第十名的这个选手吧？好熟悉哦，陈果儿。啊，有替补是吧？上来就这么扎心啊！你们今天要是把我们淘汰了，这晚上你这睡得了觉吗？睡得了觉吗？他人身威胁了，开始。陈果，向我们几位介绍一下你的女搭档。我的女搭档啊，名字叫叹息。就是跟我在游戏当中非常的有默契，所以你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得小心点了。好聚好散。这个祝福也是有点逆向啊。怎么了，羡慕吗？啊，四个怎么叠罗汉呢在这儿。你也是我们的队友，那你觉得当玩家比较快乐还是当嘉宾比较快乐呢？玩家快乐，玩家有 CP 陪着，他们四个男的杵上面，真不要脸啊！属于是，确实是有点过于是不要脸了，真不要脸，真不要脸。还有一组就是我们的大毛和奶彪，大毛也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女玩家吧。这位搭档朋友是奶彪啊，很厉害，上期排名这么低，关键是我的问题啊，今天有可能会不一样。是位非常有技术的女玩家，看不清啊。不好评价呀、啊，看不清啊！走！哎，过去看一下。算了。就感觉他们三个好像不太搭得上人家那种感觉啊、哦。那你看看你照照镜子啊，那你看看哪个女生你能配得上他呢？今天就干他！干他！就干他！没有，对不起，就干他！我开玩笑的。哎，居然还敢给自己找威胁是吗？上一期我们前五的。五对 CP 是进行了一个线下的一日约会，先来问一下月光宝盒吧。我说听说你们一日游玩的那天很酷。酷个啥呀，他开车还没我开得快呢。卡丁车其实有危险性，我安全第一嘛，就是想让他拿个第一，其实这也没什么，也没必要非得去争一个第一什么的。他就是为了自己的颜面，不好意思说他开的肉。所以一天总结下来啊，对对方有什么感受吗？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改观了很多。开始吃瓜。哎，开始。您说，其实我们刚开始有一次很尴尬的经历嘛，然后昨天的话就是关系缓和一点，想在今天的比赛再拿一个好点的名次给他。哦，想把我最好的都给你啊。哦，虽然我们说发言非常的直接啊，但是这种心意其实都能够感受到你们。是的，很专业嘛。不好意思。那再来问一下下一组，夏天的风。哇，跳过吧，这组跳过吧。去干嘛了？我们就去拍了些照吧。什么照片？具体透露一下。就婚纱吧。哇，好直接。好家伙，这怎么要犹豫半天呢？什么写真什么照片，直接我们拍婚纱照了就完事儿了。这个不用看了吧。我从来没见峰峰笑这么开心过。没有一秒严肃。憨王啊，这组去做了什么呢？我跟憨娜去画画的。我说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们两个唱首歌，要不先表演两句。来吧，来一个，来一段。
我愿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与何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总会出现那墙，笑是神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窗，就让我看见你。啊，这是把琴吗？哇，太可爱了。我想你就强行扒下来送你个戒指。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哇，我记下来了。哈哈，唱歌太好听了，我是你的歌迷。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还有一组是兔子郝俊，去干嘛了？我们简简单单吃个西餐。哦，什么兄弟，这是放不开吗？什么意思嘛？我也想吃西餐啊。直接拍婚纱照，兄弟，吃什么西餐？跳过这一步啊。在上一季猎星赛的时候，有一个大魔王的视角，还记得吗？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Power Boy 正在哪里呢？Power Boy 在跳舞。我就不信找得到我。 OK， 成，走走走走走，直接去打，去打他，走，别抓我，我好怕。这一个福利透露给玩家之后呢，他们就非常方便能够找到你们所在的位置。 OK 吗？这还有不 OK 的吗？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三场的海岛地图了。我们玩家要不要派几个代表出来放一下话？ Kiki， 我们虽然打不死你们，我们可以甜死你们。哎，糖果齁咸吗？两把淘汰你们，40分80分这样差不多吧，还一把就送你们嘛。咕啾啾，蛇神约战吧。如果我淘�汰他的话，他当场做30个俯卧撑。你怎么还要求起我来了呀？如果我淘汰的话，让我做50个，可以吗？我接了。OK。把他们四个全分开，我们4打1。这样，我们全来一个点，被淘汰的人直接做俯卧撑，好吧？可以啊，可以。OK， 选个点 ，P 层、S 层、Y 层。P 神吧 ，P 神 ，P 神吧 ，P 神，可以，那就 P 神，把握好这次机会，好吗？越说越期待接下来的比赛了。那在比赛之前，还是要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本期混合猎星回归赛的规则。四位特约嘉宾和现场16组 CP 组成8支4排队伍，共同进入游戏进行3场猎星赛。第一场游戏，四位特约嘉宾组成4排队伍对战现场玩家。第二场游戏，四位特约嘉宾组成2支双排队伍对战现场玩家。第三场游戏，除了四位特约嘉宾和现场玩家组成的9支4排队伍外，将有64位场外路人玩家加入比赛。现场玩家每淘汰1名嘉宾，所属的 CP 将获得10猎星分奖励。最终排名分和猎星分相加，总积分排名前5的双排队伍将获得线下活动福利。四位特约嘉宾需要每场游戏都吃鸡，否则将进入爱玩心跳时间，接受定制惩罚。接下来请各组 CP 打开 TT 语音匹配连麦进入游戏。3局拿40分不难吗？不难。劝个架偷他们人头，随便。3局40分有点少吧。我也觉得。60分。40分。说都说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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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Go！ 干嘉宾，干嘉宾，不要互相残杀，兄弟们，先干嘉宾啊！先干嘉宾，也是从来都没有见到大家这么团结的时刻。大家都是顶级选手，我也算顶级选手吗？你是顶级中的顶级 ，OK？ 自信还是有的啊、哦，自信有的。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直接跳皮层吗？哇，这个航线好玩。说劈成就劈成，怕什么？哎，我们就跳这，兄弟们，跳怎么跳？绝对稳妥。好的，去，我们去这吧，城头。可以，如果他没跳五方，我去城头拿部车。
OK， 我们在五方控一下，等他们打我们去确认。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呜呼，屁城约战来喽！打倒就不啊！自信即巅峰，兄弟们，可以。还挺有团魂的。死了要做俯卧撑的，给他们全杀完，兄弟们。哎，哎我没有我、啊，没有我、啊，我反正我不想做，自己要立的。还挺有团魂的。走。跳跳。哎呦呦！一个队，两个队。哇，屁城跳了三个队，兄弟们。哇，劈成三个队，别内战啊！咱们这没人吧？没人，等他们打，没有没有没有，等他们打，我们去劝兄弟们。有有有，右边右边右边四个开门，可以打鸟的，可以打鸟的。大毛、陈果这一队，还有苏达、峰峰这一队来到了劈城。一个一波，在我脸上，在我前面拦楼。有人，我这儿有人，我后面有人。我靠！为什么？来做俯卧撑。好的，俯卧撑。我这直接在我脸上。我沉睡在我面前。他在我死的那个房间里。我这边有很多。你隔壁有是吧？对，隔壁有一个老六。来来来来来，左边能过，左边能过。我给你们分开烟。我架一下。闪兵直架就行了。来，直架，我直架。我起烟了，我起烟了。陈飞，我来了，我来了。啊、完了，右边。牛，把他打死了。很残，打死。完了。掉！哎，牛牛牛！我这倒了。速打到了。走完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这阴的人没了。好，现在一起来看一下散兵的视角。陈飞，陈飞，快看！哎，没事啊，无所谓。三角区最后一栋，对，看见了，他在三角区。顾居居的视角，嗯，知道了。六栋。司马光的视角，六栋。程 C 的视角，我这里有物资。小车库，小车库楼顶有一个。六栋有俩，多方分烟了。快跑，丢雷了！他要死了。大的，让你跑不跑？应该有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操！没了，我们没事，他们也会没的。小车库外面围墙，树那儿有一个。他一阶有一个，兄弟们，一阶三层。前方有危险！炸倒，炸倒，炸倒！楼顶倒是吗？三层楼，三层楼倒了，完了！不掉了，不掉了，不掉了！过，吃雷了，兄弟！过点了，过点了！司马光，跟司马光一个，慢点来，不急。轻着点，他们万一急眼了过来偷咱们。不说好不打嘉宾吗？哎呀，他们跟你说好。你信他的话？谁到了？在后面，他跳走了，他跳走了，跳这儿了。大傻，大傻，跟我。跟你，跟我，跟你。他烧倒，烧倒，烧倒了！别跑呀！报位置，报位置，锁人，锁人。一条街死完了。往回走，往回走，往回走，往回走。你们俩走吧。走回去，走回去。撤撤撤撤撤，撤到撤到撤到堵了去。华兄，出来，出来对，响个枪嘛。好、啊，出来了，哦、中间中间中间二三加二，三加二中间，三加二左边那栋有一个楼梯口六的呢。太狠了。还得往后面撤一点。再往后面撤，开始。楼顶点。蹦极蹦极。他们打架好厉害哦。我们不跟他们打了吧？哼，别倒霉了。兄弟，七爷三爷，
光爷、三爷，就是底下底下坑坑道，好看。看没有打残了，前方有危险，从左边点压。我把他脸上填了，我给他扑火了。你俩进，你俩进，给他逮了。咋整？我估计没了。跟着打打打打打，有脚步啊！打打打！掉掉掉！给我俯卧撑！瓜兄就这，瓜兄，俯卧撑，俯卧撑！啊！满编淘汰了两支满编的队伍。欢迎大家来我家。吓死我了！别急别急！哇，这火力车！是他们，是他们，是伞兵他们。哎，晨晨，你局标二层下，我们两个直接去厨房。OK OK OK 吗 ？OK OK OK。来了，要顶了。咱们跑吧，他来了，上楼了，上楼了。你躲小房间去，躲小房间去。这里吗？啊！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来来，直接贴，直接干了他！跟我，在一楼，在一楼，上楼梯口了。二楼，二楼，给他排一下，给他排一下。打打那个，打那个，有火，有火。别给他逼二楼，我就躲开来。我被烧了。我应该怎么办？别急别急，他们不敢下。哎，下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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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就一个二楼小房间，摸一下谁哥？他就在那个隔间里。掉掉掉掉掉！怎么会遇到他们呀？太多了！哇，大姨拿了十二个淘汰！哎呦，前五了，前五了！哎呦，哎呦，掉掉掉掉！你们在这干啥呢？这是不能输！我们气氛组的，咱先油满满的，能量满满的。有车，有人，有人！前有车，前有车，稳一点，稳！车前面有车，稳一手，稳一手！倒他，倒他，倒他，倒他！别撞我！准备接一个。大惨大惨，前方二七五，二七五，二七五。呀！走走走走走，怎么敢的？怎么敢的呀？几个人？三个吗？三个，三个，三个，三个。我跟你讲，红点还有人，红点还有人。别漏，别漏。哎呦，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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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封个烟，快！没事，补不了，补不掉我，补不掉我。看他拉，看他拉兔子。哦，来了，等我往回爬，等我往回爬，看他。到车后面救。有雷，九号，你身后有雷。我封烟。Oh my god！ 我被夹了。这边有一个。没队包上来了，淘汰了一个。完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站队的，上过去玩吧，上过去玩，上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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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左边。来劝架了。走走走走走啊！开头，开头，开头。威哥，你走，威哥，你走，在后面，我在后面，走。开船，兄弟们。缺个人开着脸躺烟，我不丢雷了，你直接躺。哇，还六人，蓝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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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吉普车，石头石头，我两石头后，两石头后，剩两个妹子，剩两个妹子，纯粹直接跟他干，纯粹倒了倒了，石头倒了。
倒了倒了，石头倒了。好，让我们恭喜 PL 的四大魔王池下虞姬。谁给你鼓掌？谁给你鼓掌？为什么有人敢跳 P 城啊？陈果儿，你在想什么？陈果儿，刚刚这场游戏打完感觉怎么样？没什么，嗨就完事了。有人想挑战我们，那就必须得办他。好，那现在呢，我手上已经拿到了我们第一场最终的成绩，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哇，你好厉害呀、啊！我操！该来了，该来了！我操！上！自己立的 flag， 跪着也得完成啊！玩的好啊，就这样，陈果。预备备，来，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加油！加油！我毛神可以啊，毛神，加油！毛神手往下撑，不是。毛神，你干嘛呢？毛神，加油加油加油！下回再也不要立这个 flag。毛神加油！大毛好样的，好样的！敢做敢当，敢做敢当，男子汉！很棒很棒很棒！第一场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啊，也是见证了我们四位大魔王的一个实力，所以我们第二场呢要给职业选手们增加难度喽。职业选手需要分成两支双排队伍对战我们玩家的四排队伍。这行，这还行。那接下来请各组 CP 打开 TT 语音匹配连麦进入游戏。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我跟陈 C， 我跟闪明，就二二打呗，无所谓。二二打，快点给我喊，给我加个油！现在就说，加油！谁加油？苏哲加油！加油加油！大宝，那个止汗的玩意有没有了？给我抹点。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有铜伞啊，在你们后面。对，那有前面有辆车，看到没？前面有车，标记了一处地点。小点声，小点声。完了，车没了。打了他一队吗？一队三房。进房子，别让他撞。成果儿牛，我牛！哎呦，被爆头了！哎呀，倒了，兄爷！兄爷，都被捕了呀！我们往黄标那边去找人吧，他们打左边，我们打右边。可以，来车了，320，来，两辆车。啊，完了。在哪里？看一下，忘了没有？漂亮。又是他们走了还是？他们就两个。架。OK， 你过去。不好弄啊。没事，你先打下。我 C 哥被扫下来，我 C 哥。坚持。快补过来了，没办法了，找不到我啊！找到我了，别补，送10分，别补，别补，送十分。你对我会来吗，晨晨？我等等，给你送40分。好的，我让你去约会，好吧？你等他过来，我把他队友杀了。我不会过去也白给了吧？啊，我留守，救不了，算了。哎，程曦。啥西？程 C， 职业选手，让人打了。啊，居然补，行了，他没了，搞他，双防。OK。
你顶两房，闪兵。好，楼顶。啊，对面三层楼。打一个，干干干！对呀对呀。哇，这两枪爆头啊！要闪兵。哦。救救救！小月小月小月救。嗯。没降了没降了，放位放位。怎么办啊？哎呀哎呀哎呀！哇！烧到烧死，又烧到一个。啊！小月过来啊！哇！哇！完了吗？应该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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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抢过来，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个僵影。走，直接满他。楼顶，楼顶，楼顶。他要跳马路，他要跳马路。跳了吗？没有，没有，在走楼梯口。哦，没事，没事，没事。没打过 ，M 七抓住了吗？啊 ！Nice！ Yes！ 有！哇！哇，赢好厉害啊！师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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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哎，烧到了，烧到了！什么意思？烧到了，烧到了！你给他楼顶扔个雷，他死了。就在那个门后，门后打药的，门后打药，左边。不用管。一打一，哇，妈了我！哇，只剩狙狙一个了，加油啊！单独狼吃鸡，我们就还是胜利的。独狼吃鸡还是胜利的，全城的希望。PL 的牌面，兄弟们，就是最后的牌面。嗯，哎，有人开船，左边左边角点，能扫能扫，往右开了往右开了，开门开门，直接给他全干下来，快快把手机给闪兵，啊不是吧，完了致命麻将，哎呀，这没打下来啊，抢手机，我社会性死亡，不是，看一下看一下多少血，我想知道真的。没事，问题不大，他们也就给咱们两枪，扫不下来。哎，连上两个。哎呦，我丢！右边石头，两个。这要是秒不掉，直接。你看一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哎，该补了。换人换人。Nice， 有点手抖啊，毕竟大牌机教父看着我呢。不行，我要跟他们打近战。有没有车声？谁起烟了？谁起烟了？这谁打的我？顾居居，又是顾居居。哇！有铁，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又是咕啾啾啊！哦，完了！哇！玩的好啊！被偷了！飞哥牛，这十分到手！行了，这行了，咱们两队单船就靠你了。干嘛呢？被偷了呀！辟谣的脸都丢没了。你确定你那有人是吧？我被打了，我先回去了，金圈卡死他们就行了。看我刺你，我终于找到人了。东风山上，待会我们直接去这儿，我开车，到时候山上有可能一波硬战，家人们。扫车，扫车，扫车，马路。
马路扫车。哇！哎呦！位置不好，家人们，位置不好。死完了。过年的这帮人。后面来人了，后面来人了。对面那个是残了，你能帮我架吗？我想顶他脸上。你可以顶，我去顶他那个反斜，帮我架一手。压过来了，压过来了，一个一个一个。前方有危险，回来。好了。哇好近啊。哇牛啊，羊啊，牛啊。后面他在哪儿？马路对屁股就在马路，他们反包看见了，擦一枪倒了。对，就在这儿。好的，哇，这个位置绝了，绝了。哎，他有人出来了，有人出来了，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哦！最后两个，没事。没事。啊，没了，第三。不容易。最后一个。这把鞋哥咋又分盘了？看见没有，前面。哎，牛！舒服。恭喜幸运的东东弟弟苏达吃下一击。刚刚这场玩的怎么样？一言难尽。你知道谁淘汰的你吗？不知道。妹子，给你淘汰了，一言难尽。陈果这场是快乐游戏了一下，对，我扫了几发子弹，我就一枪就被爆头了，就没了，就嗝了。然后这盘又作废了，我两盘都没了。是婉晴带走的你吗？没错，他那个枪盾变得好准。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下回我再也不办了，我下回再也不皮了，皮不动了，老矣。印象深刻的还是影，一人拿下了三个嘉宾的盒子啊。影刚刚这场什么感受？没有什么感受。起来了，长影哥。好，那我现在呢已经拿到了我们第二场的一个最终的分数，来跟大家公布一下。第二场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啊，我们第三场呢将会开启的是海岛百人大战，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在场的各位，还会有64名场外的路人加入，这也是我们目前为止仅有的一次百人大战啊。有头了。那现在呢，我们其他的64位玩家都已经就位了，请各自 CP 打开 TT 语音匹配连麦进入游戏。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哇，第一次看见100人的海盗地图。加油！嗨啊兄弟们，因为我打完也是这么高兴好吗？狙狙，我在 P 城等你。狙狙，刚刚淘汰你的威哥说 P 城等你。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Hello， 机场。好幼稚啊，孝顺，到底几岁？机场钢枪。敢不敢？对，就这里。真的假的？真的。别了吧，
看有没有人跳吗？万一有呢？打他！哎，有人，有人，有人！啊，米卡，这么快哦！这个应该是路人。啊！嗯，王美卡被路人放倒了，哦，还被补掉了。你看路人杀了王美卡，真的吗？看到了，杀路人容易出意外。走吧，摇人吧，杀人！哎，我这有人，我这四方有人，来来来，来来来，在哪？在拿车。外面打残了，再跟，又打了一枪小兵吗？掉，小兵吗？小兵吗？掉，还有啊，小兵，我这倒，我这倒了是吗？没有，海景房一楼，好打吧，没枪打，海景房一楼有一个，一楼一个，真的 ，nice， 那是，走吧。哎，我们把这几个烟花全给他放了吧，可以，别给他留了。有，这烟花好近啊！哎呦，太近了吧？好像在我们这边。不是吧？我们在这里收过路费，没有人过来吗？收过路费，来两个嘉宾就好了。来两个嘉宾鸡鸡啊，不是，就是那种骑在摩托或蹦蹦上那种，很好扫啊，然后从我们面前马路慢悠悠的刷过去。我在路上有马丁，你们能换？来车了。好，哎，再换车，哪里啊？准备扫马路。哎，有脚步，哪里？加油站吗？人有点多，我帮你看右手，陈队。我走不了，兄弟。我帮你看右手，你体验就行。我帮你看右手，陈队。好多，听到没，陈队？我要过来了，。有。右手我能看，包起来。我打包了，陈队。哥，你打。咱右边能压，陈队。OK， 掉一个，我该起来，要跑，走了，别跑呀，啊，偶遇到闪避，哎，跑，哎，折到，死了。啊，完了！哇塞！什么意思啊？什么？他扔了什么？我的，打那个人呢？伤敌一千，自损一万，家人们人麻了。我怎么队友给知道吗？可以，加二十，我加二十，选个女嘉宾走。走呗，一千天，全刷了，兄弟们，蓝标。我没什么子弹了，先把他们打了，没子弹了。我两个脚步，是啥呀？抽枪快，兄弟。黄区有人，对，在牙库有人。海景楼也有，夹住，打后面，打厕所吧，下不去了。烟你封了吗？我封了。啊！我这全伏地魔，兄弟。什么？他们补了？什么 ？No！ 别呀！我们想要分呢，你们别呀！
还有右边还有一个，右边还有一个，右边还有一个。你二四零对面的反坡还有一个，这么抽象吗？对对对，趴了三个兄弟。我丢！你往右边拉，直接腿过去爆楼。OK， 全抓，准备数。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室友伞兵一根独苗了。海边可能会遇到人吧。那个哦，全部有人，不好打。海边看到了吗？不要去海边了吧，要不然就在这里面得了。能挤进去的话，是肯定核电站里面好。就到一个大仓就行。对对对，就剩一个伞兵了。激动，冲冲冲，往前面冲，直接抓电站里面去。直接爱停哪停哪吧。进去就随缘了。来车了，八点。前面开枪，别急。一摩托车，引的引你会不会太远？进大仓了。前方有危险。我开着顶吧。我开着顶了。打右边。就你标点那里是吧？对对对对对。打右边那个仓。你开车还是怎么说？你开。你呢？我腿。来车了，左边。这里来蹦蹦。后面有人。红点来蹦蹦。后面有枪。我到了，我到了。有脚吧？没有。我到外围。我捏雷。我从外围打了。哇！哦，伞兵！哇，淘汰王了都。伞兵，咱这把拿第一就行了。炮楼是苏哲他们。打药打药。谁没有？有烟吗？有有有有有。四打四了，好像。引帮我架一下啊，那个斜坡有人。倒了，倒！哎呦，被引打了，我被引打了。没事没事，他们是一队的，我这儿可以扶，我这是反斜。没事没事，我们是圈，别急别急别急别别打别打别打，倒！我拉了，他从跑他。炮咬你了咬你了，炮楼都下来了。Nice！ 好，让我们恭喜月光宝盒鹰将吃下一击。陈 C 是被路人带走的，被伏地魔被溜了，被溜了。我当时走过去有点迷茫，这没办法，被溜了被溜了。凤凤和新乐今天感受怎么样？运营运到家了，你知道吗？然后后面发现，哎，守不住运营的道路，你们不懂。好，我现在手上已经拿到了我们第三场的一个成绩，给大家公布一下啊。玩得好啊！哎呦喂！恭喜二度出游啊！赵宝有想过说自己有朝一日能来到第二这个名次吗？不敢相信啊，就觉得《和平精英》这个游戏确实是就是惊喜很多，意外也很多。感谢威哥，感谢威哥。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俊浩呢？希望明天不是吃饭的。好朴实的愿望哦。那你想去干嘛？我想做点刺激的或者浪漫的。哦，刺激的，这别说过山车之类的哈，这不是说，哎，在想什么呢？虎狼之词，虎狼之词。那当然，今天的第六呀，这两个名字有点
眼熟啊。既然明天没有公费外出，对吧？可以私下啊。哎，这次还没摄像头，啊、对吧？哎。没有摄像头啊。设置头上一把刀啊，兄弟们，小心。他是过来人。没有，这次没有过来的。那今天是没有成功的在三场都吃下鸡，那就要接受我们的终极惩罚了，叫做拯救平底锅。那么我们要怎么拯救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四个恐怖箱，每个恐怖箱里面都有一个平底锅的挂件，我们需要从恐怖箱当中拿出那个平底锅的挂件才算完成。我已经开始手抖了。好，就是玩。好啥呀？什么意思？陈果儿什么意思？就这么坏吗？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约会了吗？完了，你都完了。上道具。有蛇在装，兄弟们，真没骗你们，真没骗你们。亮，你自己摸摸看，你到时候自己摸摸看。一个一个来吧，先谁？唐僧，司马光先啊，肯定。司马光，司马光，就你了。那我来吧，那我来吧。哇！干嘛？干嘛？我还没开始。没事，别怕，他们吓你的。加油，加油，加油！我扶着你。往里面，在里面。你怎么抖一下呀？你为什么抖啊？有活的吗？这是活的吗？啊！把那活的抓出来，抓出来看一下是啥子嘛哟！我以为这是鱼。把平底锅拿出来找一下，光光已经算很淡定了，真的。这是会咬人的。你来，人麻了，兄弟们。哇，他真的好厉害。他这个好简单。什么鬼东西，兄弟？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哎，他怎么这么可爱？拿出来了，平底锅。这个好玩。好了，好了，好了。这个是物理攻击啊，家人们。帕尔布，该我了吗？嗯。哦、哇！完了。小心啊，小心。哎！什么鬼东西？把抓出来，把抓出来，抓！把抓出来。在旁边，在旁边，挂在边上。掏起来看一下是什么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蜘蛛啊、哦，假蜘蛛啊！好好，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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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活的吗？活的，活的，活的。啊，我这么碰到它都不动，肯定是假的。咦？哦，找到了。今天一天，包括三场海岛地图，还有我们这个恐怖惩罚玩下来，什么感想？就是玩。这个呢？这个不行，这太搞心态了，这有点恐怖。那有没有什么想对今天的玩家们说的？参加这个节目也是认识的这些玩家们嘛，然后在一起玩游戏也非常快乐。然后当然游戏里面认真，但是现实中肯定不会那么残酷。真的就是来玩的，嗯。所以挺快乐的。总结来说，其实还是很快乐的，和大家度过了一期的节目啊。那再次谢谢我们的四位大魔王光光、居居、伞兵和陈 C， 谢谢。那下一期呢，也是我们本季落地成双的最后一期了，所以一定要提醒各位玩家珍惜为数不多的可以相处的机会。希望呢，我们五对 CP 约会的时候都可以更加好好的相处一下。希望我们每一对 CP 都是 Happy Ending。
欢迎光临。你们是想做一点手工吗？还是？对，手工。啊，这边有钥匙扣。这种好可爱啊。送道具。这个是我们要做钥匙扣的材料包，然后每个人一份。帮他拆开。直男。缝这一圈嘛，然后取它四倍。你可以给他取五倍。为什么是我帮他取呢？你帮他取啊。Oh. 拉不动的话，让他帮你拉一下嘛，你帮他弄一下嘛，你帮他剪一下嘛。干什么？你不是帮我剪好吗？我给我自己剪的呀。自己研究研究。OK， 我会了。嗯，好。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呢？我穿错了。就是你这一根线应该是从这个孔出来的。哦。来，我看你。不，你别看我，我那个。请问你扎明白了吗？我扎明白了，你看。你看，你又把两边搞到一边了。干嘛？要不就乱缝吧。乱缝呗，你就。我是慈母，你是游子。你是牛马。你好，我是湖北的，你是哪里的？天庭。那个天蓬元帅吗？你自己做你的，我不要问你了，我自己做。你跟你讲嘛。我不听，这不就有手就行吗？有手就行。我这样吧，哎，给你这个。不行，啊，我不会了这个。自己琢磨吧。这个耍赖。选你的。我给你买零食。第二次去游玩比第一次要好很多，更放松了吧？真的是在玩，就是很轻松的逛街啊这种，然后还体验了校服照。可以试一下哈，要不要？要。我也想试一下。哎呦，兔子打的！兔子这么厉害！好啊，好啊！不打了，不打了。想不想要那个？想不想要那个？牛啊牛啊！好枪法！太棒了！我们选一个吧，对吧？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好吃吗？嗯。我要松手了。风到这里就失恋，念着不可的思念，遇到了这里才成仙。看着我们的流泪视线。哎妈呀，吓我一跳，给孩子吓哭了。
这家伙遭我羊罪了，我俩遭罪来了好像。整一半咱俩还得过来修了，这啥呀？最艰难的一组那啥。来你我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看到我你觉得怎么样？感觉还行吧。嗯，好好说。大大咧咧的，看着挺猛的，实际上比较需要别人保护的。评个分吧。六分吧。六分啊？是人、啊、说点真的。好看，太好看了，我的妈呀。玩的啥吗？啊，你不是十五二十吗？这样输了再怎么着？抽皮条。嗯，抽哭的咋整？谁哭谁王八。来来，十五二十五、哦，来吧，放过你吧。不带防水的，咱俩。不带防水的。不带防水的。来吧。再来来，十八十五，这啥呀？这是做画的吗？啊啊 ！No！ 啊啊！玩玩的，来，哥、啊，你不带吓唬人？我都没动吧？你不能吓唬人？我都没动，我吓唬你啥了？就打就打就打，吓唬我！他下手是真的狠呐，人家都是谈恋爱嘛，啊，我们两个是谈脑瓜崩。弹太阳穴行吗？不行，你们弹死他太阳穴。好了啊，快点。哎呀，真疼！哎呦，这头我都迷糊了。哎呀，净装，净装。你玩过迈大步吗？就是石头剪子布，然后往前迈。看咱先走过头啊。对，石头剪子布。你走吧。你看你玩不过我，哇！你为啥衣服那么大呀？谁让你衣服？你放水，你放水。你赢了。我就。我也算半个文艺青年啊，我就不知道这个约会地点是谁想出来的。啊！哎呀，我们这把输了，我们就去玩那个魔鬼滑梯。宝哥，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个礼物。闭上眼睛是吧？对，闭久一点。我没有叫你睁，你不能睁。好好。你好啊。哎，什么礼物？你那哎，我以为你去准备礼物了，你怎么还在这儿？闭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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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好。你这样可以了，俩人都输了，这次一起坐滑梯吧。哇，这个好陡啊！真的好陡。宝哥，你先，宝哥，这男人就 cool， 去吧，宝哥，这男人敢于挑战，哇哇！很高，宝啊，这点困难算什么？不就是个滑梯吗 ？2000 years later， 朋友们，一个世纪过去了，赵大宝还是这个姿势。你们只要有人敢演示，我就敢下。好的。不要，老师，老师，老师，你别来，不是老师，你是专业的，老师，你是干这个的，感动不？我不感动。
宝哥去哪？宝哥，我想看你滑滑梯。想想你失去的前女友，想想事业上遇到的坎坷，你不愤怒吗？你不暴躁吗？我突然感觉我人生还挺圆满的。我哥你看，哎你怎么？我就有一个要求，你在下面等我，你在下面等我就行了，在下面等我就行了。迎接你的气氛组，小宝哥，快快快！小宝哥，快快快！好棒！耶！没缓过神儿，太难了。我觉得这两期呢，咱俩就是已经进行了一个互换哈、啊，是吧？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话都不看我。啊？是吗？我有点忘了，不好意思。我兜里有糖。谢谢。嗯。怎么说呢？一回生二回熟嘛，这不是熟了吗？一开始来的时候打游戏很想赢，很想证明一下自己不是个花瓶，但是后面呢，我就想换一下，我就选大宝，大宝最好玩。无论是比赛还是跟大家交流，我觉得是有点上头了。第六期加油，一定要拿第一啊！节目也快要结束了嘛，如果说有后来的话，你可能会面临异地的问题。该工作工作，该读书读书吧。期间呢，然后有空的话，我可能会去，就是你在的城市啊，就是或者我会邀请你来我的城市玩啊，多好好努力吧。努力的过程当中，更多了解彼此吧。对，我也是这么想的。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来开玩笑，对对对，错了错了，来。你现在真的抛梗抛的太多了。哈哈，错了错了错了。你别给我敲退役了，你坐好了。我都扎困了。哎呀，我真是好痛啊！没事，忍忍就过去了。你来吧。你自己来。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选手，智力懂吗？慢慢扎。我不扎就不扎，我自己扎。没事，一般人扎不出来你这个效果。我这扎的挺好的呀。做好了，这是你的。好的。不喜欢吗？非常好做。嗯，就这样挺好的。好，第一次约会啊，居然是这个样子的。什么样子啊？就很难形容。没有甜蜜的时刻，只有他怼我的时刻。我也不太懂他就是对我是什么想法。你今晚真的很迷人。哎呀。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线下约会了。嗯，我想靠近你一点，可以吗？好。我们俩之间的这个距离虽然不长啊，估计一米不到啊，但是我心里面已经隔了好远了。哎呦！大家觉得你很好看，跟我觉得你很好看有什么差别吗？挺高兴的。跟你在一起的每一次相处，每一把游戏，其实我都挺开心的。我对你其实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今天来值了，我的天！最值的是什么？最值的是这块蛋糕。你就不能骗我一下？你说最值的是能跟我一块来这个地方？我做不到那种。如果换一个男生跟你来这，你还觉得值吗？那就只有蛋糕值了。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已经知足了。我们相处了五期了，从来没变过 CP， 就很神奇。我还之前问过你的，我说你想换 CP 吗？想。Hello， 不干了，玩个小游戏吧。哦，可以啊。现场看这个氛围，我来编一句诗词，也不算诗词吧。你上联，我下联是吧？对对，我上联，你下联。我文采一般就。好，我先编一个上联啊。小船圆桌，憨王相会。这么有文采的一句话，你让我怎么接？你可以想你怎么接。然后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想出来。你真的是难为我。那我给你接下一句吧。好。奶茶蛋糕好吃不贵。不愧是文科生。你接个横批可以吧？四个字的横批可以吗？真是不错。不是，怎么会有小学生来今天这个地方跟我约会啊？希望这一趴不要剪进去。No。 我今天还带了上次带的尤克里里。但这次目的不一样，我想跟你留下一点我们自己的东西在落地成霜这个节目里面。就我觉得我好像每次有点想纪念的事情，就表达情感的方式都是这首歌。我们这首歌来讲述一下我们俩在这五期里面发生的一些好的呢比较有意思的点吧。行。笑容其实是一个为什么笑笑老师觉得我们配的点。就刚这我觉得挺好。简单的一些词，什么，你甜甜的笑是心动的味道。我先把我想到都写下来啊。可以可以，没问题。好，我就回到 C。这个我从 C 这边过到 C7。完美。好，来试一下啊。Cause I was all alone, and there ain't no way to touch your body over the phone.下载 TT 语音 APP， 进入聊天页活动中心，参与落地成霜下期最强 CP 竞猜活动， pick 你最喜欢的一对 CP， 即有机会赢千元现金大奖，快来下载吧。本节目由和平精英 TGA 腾讯电竞运动会网易文化 New TV 腾讯视频爱玩游戏联合出品，上腾讯视频搜爱玩游戏福利领不停。哎，又落地成活了。对不起，没能保护好你，不过没关系，等下一把我一定好好修炼，守护住你。哼，可是你每次都这么说，你有做到吗？哎，别着急别着急，我来推荐你们一个秘籍，上腾讯视频搜爱玩，领和平金海量福利，皮肤礼包全都有，带妹上分，超给力。哇，还有这么神奇的地方。那就再给你一个机会吧，爱玩游戏与你一起放肆爱进行玩。兜兜转转又一季，一不小心的又到了本季落地成霜的最后一期，让我们欢迎蔡卓宜、戴萌。我们一起来八卦一下五对 CP 约会猜猜看。约到了。哦呦，家暴家暴。丹丹姐，你喜欢他这样吗？喜欢，喜欢。一会儿去哪？去我心里。你特别想我锅上的小丑。一打一打一，我不就打你个 CP 吗？打！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进行最终的抉择。感谢缘分，感谢遇到你。我很愿意节目结束以后继续跟他一起做 CP。我爱你。